烦恼餐酒搭，这三支酒单喝也很美。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陪我威爸一起来喝果汁。今天呢，我们不再搭配菜了，因为呢，我们前一阵子呢，其实一直都是以菜色，不管是宅宅酱啦，不管是去什么啊，我记得跟一个好朋友叫莱特去黑美林啊，然后之前都会有不同的菜色来搭配酒。有的时候我们就只想喝一杯酒，然后一杯果汁。OK，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了三支酒。跟各位分享，我觉得单喝是很舒服的，不需要去想说我今天还要去准备什么菜色来去搭配它。OK， 今天第一支酒呢是来自于纽西兰的 Hawke's Bay 这个地方的一个酒厂，叫 Kim Crawford。OK， Kim Crawford 其实是北美呢销售第一名一个酒厂的品牌，在它的 Sauvignon Blanc。那它这一款呢是。这个它的 Rosé 粉红酒，这个 Rosé 呢，为什么呢？因为 Rosé 其实它就是一个看起来也很舒服，喝起来也很舒服的一款酒。那冰起来大概在十度左右，然后呢就倒一杯，然后呢看一个小说，看 Kindle 也好，或是这个做个菜也好，或是追个剧也好，喝一杯是很没有压力、很舒服的一款酒。那主要粉红酒的用意是什么呢？其实所有的酒款里面，视觉占比最高的就是粉红酒。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强调嗅觉，强调味觉，强调触觉，强调尾韵，很少我们会讲强调我们的视觉的一个舒服度。粉红酒的视觉舒服度占比会很高，就有时候倒一杯放在旁边，然后呢突然看它一下就觉得很舒服，所以它是属于这个很适合单喝，不一定要搭配任何食物的一款酒。另外一个呢是我要特别介绍的，这支是这个来自于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叫 Veneto 的一个地方，这个威尼斯 OK 这个地方的一个酒款呢，叫做 Amarone， 然后呢这个酒厂叫 Mazzi。那Amarone 的特别在哪里呢？它是用风干的葡萄去酿出来的，所以它的葡萄酒呢很浓郁，可是很细很柔顺，它是浓郁加柔顺。很多的葡萄酒 的红酒呢，浓郁是会带涩，然后会带橡木桶很重，然后会浓度很高，需要吃一点油脂的东西去中和它，但是它不需要。OK， 它有很丰富的，我们小时候哇，我的年纪了，小时候会常去甘玛店的那种蜜饯的那种味道，就是你进了甘玛店，你把那些蜜饯的那个盖子打开来，会散发出一种哇很熟悉的味道，那个就是我们 Amarone 常常可以闻到的这个味道。所以这支酒呢，也不见得要搭配任何食物，然后倒到这个 Amarone。倒到这个杯子里面喝它的时候呢，可以很舒服的去享用这个单喝的这个乐趣。OK， 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呢是一个很古老的酒厂了，叫 Oramus， 全世界最古老在酿造贵腐酒的国家就是匈牙利，然后它是匈牙利的第一个酒厂，所以这个它也可以号称为是全世界第一个贵腐酒的酒厂。OK， 但是它也是第一个用贵腐酒的葡萄品种叫 ferment 做成不甜的酒，在2001年。那 ferment 这个葡萄品种呢，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丰富的瓜果类的味道。OK，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矿物味也很重。那可是呢，却它这个没有贵腐的侵袭，然后做成不甜的时候，喝起来非常的迷人。我们来喝喝看，我这个就是。Oramus 的 ferment， 它的瓜类果类是很丰富，然后呢余韵呢带一点矿物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很好喝。而这一支是全世界第一个用 ferment 去做成不甜的这个葡萄酒白酒的酒厂 Oramus。 OK， 希望这支酒你们在这个温度大概在十度左右去冰下来喝它的时候会非常好。所以今天呢就介绍三款酒，
给大家啊、如果说你们只是纯粹想要这个单饮啊，不用搭配任何东西，我觉得这三支是非常适合的。Anyway， 希望喜欢今天介绍你们单饮的酒款，请分享、订阅跟按赞，然后谢谢跟我威爸一起来喝这三支果汁。Cheers。